肺炎航空业受到严重冲击，空服员机师上工口罩戴紧紧，就连地勤也是不敢大意，职业因素让他们饱受打击。就医师脸书贴文，一位空服员刚从美国飞回来，聊天讲到他到平常看诊的诊所直接被拒绝，穿着制服坐公车也被投以异样眼光。的确，其他诊所问卷中也特别圈列航空业，还有诊所架设临时户外看诊区自保。有些同事有说他鼻塞，然后他去诊所挂号，然后护士问他有没有出国，他就回他说他是空服员，结果护士就直接把健保卡丢给他，然后请他去大医院看病。其实航空公司为了保护机组员，已经做出因应，目前飞中港澳日韩这种短程航班，采取当天来回不入境。另外，到美国等长程航班目前正常，但会随疫情警戒调整。他们也很辛苦嘛，为了工作，我觉得不应该要歧视他们。为了防堵疫情，大家神经紧绷，空服员辛苦服勤，身体不舒服就诊，还要被另眼相看。疫情还没伤身，眼神就让他们先伤心了。三兄黄西陈连宝台北报道。